另外，如果我想要查询英内上面所累积的点数要到哪里查询呢？请点选旁边的英内学习成果。之后，它同样可以选择学期。假设我选109一学期，那么你们就可以看到，因为我们在英内上面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是自学笔记、写作室以及云端讨论室，所以就只会显示这三大活动。如果同学呢是要看所有的活动累积的话，请到学习点数那里来去做观看。好，那如果我是只想要知道我在英内上面学习了多少，累积了多少点数呢，就可以来到这个平台做观看。那么你就可以直接点进来自学笔记，这里呢就会有非常详细的明细，告诉你是哪一周的笔记缴交，那么状态啊等等的，还有你们的档案都会出现在这里。那同理啊，云端讨论室以及云端写作室也会是非常详细的规定还有记录，那同学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做观看。